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卢台长。弟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我刚刚修行，修习心灵法门，我想申请做您的弟子。嗯。可是时间短，在这里我求您批准我这次能拜师。好，拜师，你学了心灵法门多少时间了？三个多月。三个多月。可是我修净土很长时间，哦、我闭过关，送过百万佛号、哦，我也长期在医院，在寺院做义工。这次就是。台长有5000多个弟子了，多你一个也不多了，就像吃饭一样，多双筷子。谢谢台长。算了，大家说同意不同意啊？台长。谢谢台长。好了，台长把权力给他们了，他们都说叫台长收，我现在不收也不行了。就知道佛不收。好了，请台长看看我过世的母亲，我禀关的时候叫什么名字？赶快讲。叫王玉敏。王玉敏。王玉敏。好，王玉敏是吧？什么时候走的？1986年。敏是什么敏啊？敏捷的敏是吧？敏捷的敏。王玉敏是吧？1986年。哎，头蛮大的，是啊。好了，今天真是个好时间呢，又一个到天上了。哎呀，谢谢观世音菩萨，又一个到上天了。而且你，我可以告诉你啊，你这个母亲啊有修啊，而且很高啊位置啊。听得懂吗？他身上都有光环的。是我打破气的时候，一直前一段时间念小房子七月的时候，打佛气。我母亲对我母亲一直给我托梦，就是您见台长的头一天还给我托梦。这次我能抽到号，我想我母亲也帮我了。好好努力，好不好？谢谢台长。好吧。谢谢台长。好好好。台长帮我看一下，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长期住寺院，我家里的佛台。您看看家里有没有？你做。功德对师父好，台长要关心你，所以再给你看，因为你对他们师父好，台长就对你好，对不对啊？谢谢台长。你要看什么？你一个人住在寺院里？我家里那个菩萨，因为我长期我一住就2个月，我就不上香，我看看家里，家里的那个佛台怎么样？你住在佛堂里啊，佛院里啊，寺院里啊？对，我。你现在要我看你寺院，还是要看你家？看家里的菩萨怎么样？哦，家里菩萨不来。你因为经常不烧香。对，我经常。不是，家里气场不是太好。是的，我已经送了7张了。还需要多少？再烧吧。好吧，再烧18张。好吧。你家里气场不是太好，而且你家里的门呐、啊，大门好像门口还有一个铁栅栏。对，那个放了一辆电动车什么的，堵着的。那个台长，我除了堕胎以外，我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你小房子，你的业障比较重。是是。你上辈子是个男人，你脾气倔得不得了。是。你跟这个男，你跟自己过去你结过婚的，不是没结过婚。是是。哎，你只不过是离婚而已。是是。你跟这个男的，跟那个男的搞得一塌糊涂才离掉的。是是是是。两个人要打起来了。是。他是。弟子很无知。他可能是少林寺，你是武当派，差不多。是。两个人都会打。弟子无知。忏悔。现在知道了吧？忏悔忏悔。学佛人怎么能这样啊？是，明白了吗？好好努力，好不好？我身体状况好吗？身体啊，对，我乳房不太好，乳腺不好，妇科不好。对，你乳腺啊，右乳腺很不好。是。还有就是小的心脏有点小问题。明白了吗？是。还有啊，你有点肿啊，你经常身体有点肿啊。没错没错。你的血液不通啊，肾脏也不好啊。对，我4岁时候就得过肾炎。没什么问题的，台长看你阳寿很长，你寿命会活得很长的。谢谢。但是你一定要好好修，你如果成台长弟子，肯定还会加一点。谢谢台长。我不能保证加很长，可能加一点。谢谢过去。好了，谢谢啊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